在时代的大变迁中，我们应该怎样处事呢？蔡元培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，他身处在一个变化极大的时代，在这个时代里，他努力学习，贡献国家，在五四救国运动期间，多番营救被捕学生，争取他们安全回到学校。下面我们一起看看他在这个大时代里的经历吧。绍兴的学堂内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仄，辰宿列张。元培，你已经开始掌握书法的技巧，你自己尝试一下吧。哦，哈哈，写得不错呀，孺子可教也。谢谢老师。不久，蔡元培的父亲病逝后，他们一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，但是年轻的他坚持勤奋学习。元培啊，快去休息，明早再读吧。啊，娘亲，我再读一会儿才睡。嗯，那好吧，你别温习得太晚了，娘亲先睡了。嗯，好的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啊，原来天都亮了。蔡元培在成长过程中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年仅20多岁就已经高中进士。元培，元培啊，你高中了。蔡元培之后进入了翰林院。蔡元培在翰林院期间一直都在研究国学，并热心于维新变法运动。后来他因为对清廷政治改革感到失望，离开了翰林院。不久后，他为了学习西方知识，于是便到德国留学。这次在德国，我一定要学些新的知识，然后回国为教育界做出贡献。德国莱比锡大学。咦，这门文学和哲学课我都有兴趣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上吧。啊，但是这些课程内容挺深奥难懂的，会不会太有挑战性了？既然有出国的机会，学习简单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得自我挑战才能有所进步啊。走吧，我们去教室上课吧。除了文学和哲学，蔡元培还上了心理学、美学等许多不同的科目。嗯，这样话好像好一点。元培，元培，元培，今天博物馆里有展览，晚上还有音乐会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是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博物馆内，哇，这些画作和雕像实在是太美了。可以听到这么悦耳的音乐，真是令人陶醉啊。假如我们的国家也有这样的艺术教育环境就好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回国之后，我一定要发展自己国家的美誉。蔡元培在德国第四年，中国辛亥革命爆发。蔡元培收到信后立即回国，在孙中山见证下成为教育部长。虽然蔡元培雄心壮志要改革教育，但由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，他决定辞去职务。唉，我得走了。在接下来的几年，蔡元培一直旅居德国、法国，继续研究教育、哲学和美学。直到1917年，他才有机会回国，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长。北京大学演讲堂，各位同学，很高兴跟大家见面。作为大学校长，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跟大家分享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呀？是啊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。我认为求学不应该是为了功名利禄，我认为大学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而不是一心想着升官发财。对呀，说的没错。是啊，对呀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，我们现在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见，有一些意见甚至是互相冲突的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校长，您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，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？可以。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我们要互相尊重，这样不同的声音可以有机会同时存在，我们的思想也可以得到更多冲击，这可以概括成囊括大典、网罗众家、思想自由、金融并包。蔡元培主持北大的6年中，除了聘请在新文学上有造诣的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外，亦聘用研究古典传统的辜鸿铭、刘师培等人，
的确做到了兼容并包，同时他还支持和提倡白话文，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本的文学革命。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，蔡元培移居香港，租住在九龙科士甸道156号。在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上，蔡元培发表讲话：在抗日战争中，我们必须学习美术，因为通过美术可以养成宁静而坚毅的精神，而这种精神是抗战时期最需要的。好，说得对。蔡元培家中：元培啊，跟我一起去美国吧，那边安全得多，生活也更舒适呢。静江，我已经决定留在香港，为抗战做宣传，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。之后，蔡元培先生的余生都在香港度过。蔡元培逝世后，长眠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。蔡元培自小勤奋用功，很年轻就考取翰林，后来又到外国访学，可以说是学贯中西。他创办女子学校，又提倡美育，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，尊重不同意见，提倡学术自由。晚年他寓居香港，仍然心系家国，为教育，为国家做出了不少贡献。